蛮不错的，蛮多蛮漂亮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夏威夷没有修剪，晒不到太阳的这些，其实没有光合作用，所以第一会有早斑病的问题，比较潮湿。第二就是它的树营养分配会不均匀。因为我们从远一点来看的话，它整个树形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合理的分配这些营养汁，所以它的花来不了什么花，就变成它造成它一个树很壮但是没有花，没有花芽，没有果的问题。这个是要配合一些修剪，还要把它的营养生长给压下来。你看里面的话，早斑病的问题就会跑出来。看它的树干，也长很多青苔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在生长了，它的营养都供在这个叶片上面。这是典型的修剪上面造成的问题。